个不行。我说洛小西同学啊，我大晚上你在这摆阵呢，我得把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给搭配好了。我明天穿的衣服，你明天早上起来再搭配不就完了吗？那我晚上干什么呀？睡觉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每天我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必须得10点钟上床睡美容觉。你这折腾折腾折腾，我根本没法睡，影响到我明天的心情啊！可是这个衣服搭配好了，影响一整天的心情呢。你不也天天换的吗？我，哎，那绿的好看。绿的好，这个吗？对，真漂亮。行了，你搭配好了，快睡吧，好吗？那我得试试啊。还试试？哎呀，洛小西，我求求你别试，你明天起来再试吧，睡吧，好吗？我不困呐。你怎么会不困呢？这都几点了？我心里有事儿，我也睡不着。心里有事儿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妈呀，你这症状不会是失眠？失眠？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小西，要不这样吧，来，你把衣服挂着，你躺下，我哄你睡，好不好？哎，真乖，来来来，你快躺下。我告诉你，我治治失眠特别有一招啊，就是你躺下之后呢，闭上眼睛，然后心里默默的数羊。一只羊，都没睡呢，你俩呀？干什么玩意儿？进来不敲门的啊？干啥？我还能干啥？啥？那个，我就是有点饿了，饿得慌，我就想找点吃的。哎，跟谁说话呢？干什么呢？跟你呀，我就问你，这有没有什么牛肉干、蹦花啥的？白天搁超市拿回来啥你不知道啊？你自己翻床底下呢。哦，这儿呢。那啥，那个咋不睡觉呢都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快拿吧，赶紧走行不行？困死我了都。你小点声不行啊？这我家小媳妇让你吓着。找着了呀，走不走啊？那行，那你们赶紧睡啊，小西你赶紧睡啊。咱们继续啊。不是你呀，别说那么多话。小西，你别总瞪俩眼睛，快点睡吧啊！你快走吧，行不行啊？开始啊，闭上眼睛，一只眼睛聊天。你俩要都不睡的话，那聊会儿呗。聊什么聊什么聊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小西失眠呢，别赶紧走。失眠了？哎妈呀，小西我也失眠了。那聊会儿呗，聊通宵包宿。这个啊。